인간들이 산성되었습니다. 我的天呐！哎，又是点燃传送阿卡丽，我真的觉得可以带个传送，因为我每次杀完人一级以后吧，杀完人以后，他们总是传送回来，然后把兵线一卡，我们回回这样，真的是回回这样，整得我有点难受，每一回都这个样子。好勾，一平 A 平 A 平 A 平 A，我操，好痛！多兰剑，First blood，不能被他E到了啊！被他E到会很疼，这他不E回来？他是怎么的？他是主 E 技能的呗？他아군이당했습니다这家伙。兵线往出推啊，先不跟他打。什么玩意儿呢，大爷？摸干了，摸干了，不可能打得死我们，没关系。哎，完了，摁错了，而且卡了，有点卡啊。闪呗，佛爷哥，哥，我的哥，你不能死，你可以死。你可走不掉。啊，700块，我虚负了，我可太虚负了。아군이당했습니다내여정은이제시작이야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적더블킬我决定先出个影魔刀以防止这个莫甘娜，不是莫甘娜呀，阿卡丽打我们有点痛。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나도언제나최고지
挂机一分钟，哎，没办法，差点钱。哼，硬等，没事儿，正好兵线是过来的。这属于正正好好。现在我们跟着阿卡丽可以随便拼了，打我们也不太疼了。他只能用 Q 补兵，或者是用 E， 我们也不着急啊，这把千万别着急。他猥琐就让他猥琐，我是无所谓的。是你塔皮，我不敢上，让我转死了。적이학살중입니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적더블킬아군을향했습니다예他去下路了。哎，不对呀，那福耶哥怎么死的呢？不拆了，走了。福耶哥死哪了？死中路了。耀光，水银海，来把长剑。他们推线真的好快呀、啊！那猴这个英雄推线好慢啊！就是他们只要把我杀了，那毕竟就是能推过来，然后吃打皮。我们杀完人就是推不了线，贼慢那推线，必定让我亏一波兵，无论是有没有炮车兵。他妈推线那么慢，这猴能不能加强一下推线？推线能力？失败了吗？啊，这波失败了吗？적을도저히막을수없습니다你打吧，我在这里帮你。적이점점치료하고있습니다帮你推。적더블킬你说你一个扣也扣不着我，你扣啥呢？在那扣扣扣扣扣扣的。
전부냐? 金克斯拿一血还这么菜，不是这么菜，是金克斯加锤石打日女加德莱文本来就不好打，这日女加德莱文的组合就这么猛，不过没关系，我们起来就可以了，可以啊。那德莱文就怕我们起来，别的他都不怕。中路单杀差一点，2280，马上三项。来吃他个打鼻，好兄弟一起吃。再见，我们游击战。没法去啊。我们去把蟹打了。很明显的刀锋旁边就全是人，别跟他打。回家，回家出来直接把德莱文收了。I go meet QAD。来来来来来，刀锋刀锋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对面没有大，这波随便打。别把那 ADC 给我一杀，拿下。不容易啊，一波二换五，把中路塔拔了。过来没用，他过来就是白送。我们回家了，不跟他打了。这波没技能了，下边再打。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我决定还是出个女神之泪，没有女神之泪蓝不够，不行到时候给他卖了就行，400块钱。中路给金克斯守，我们去上路。现在这一波右边有两个人，
左边有一个人，我们肯定是不去。呀，没有人，没有人，那我们就推一波。完了。啊，还好有净化。这不能打呀。아군이당했습니다加油兄弟们啊，这波看你们的了，能一换一是最好的。漂亮，我上高地了啊，坚持住来。对面着急了，对面直接着急，高地一把，小龙也是我。打赢了，着急了，血亏。峡谷也没了，小龙也没了，高地也没了，团战还没打赢，哎，怎么能又一点呢？我决定来个死亡之舞这一把。直接三线操作，我们三线操作，这都不是双线操作了，这是三线操作。黑切不用吗？他们也没有护甲呀，关键黑切有必要吗？没护甲出攻击力装不是更好一点吗？那出个十五不用黑切的吧，这都不用，这十五春哥加个魔切。春哥没了，不行就换黑切。哎，下路一塔还没拔呢。德莱文装备不错呀。不行，这波得来中，这波不来中，队友容易全死。你咋那么狂呢？我就纳了个闷儿了，你跟我俩狂什么东西？你是啊？你是个什么东西？还往那儿一站，跟我在这儿当门神呢，是吧？这小小 ADC 旁边又没有宝的人，咋那么狂呢？属实是光搞不明白狂妄什么。我大影魔刀，哎呦我这德莱文的虚虚，快跑兄弟们，完了翻麻了，快跑！太多了，我操！哇哦，这是什么虚区？啊，这是什么虚区？哇哦，这个虚区。这个虚区属实是有点让人难以接受。他就两件装备，
厉害呀，还剩最后一路，我们就下路把他单带了。我的那个一千不是一千，不打，不上了，打随便打个大得了，好跑吧，没个抓这玩意儿了。其实我觉得你们可以去打大龙，让我或者是这刀锋，俺们俩单带单带。德莱文现在一刀直接打我们半管这些，知道吧？哎呦我去！哎呦哇，太晒了兄弟，太晒了，太晒了呀，这属实是有点晒呀。没事，他们没办法去大龙，莫干辣死了。我在这儿立个棍儿，丢也一声。有没有人管呢？小龙，亮牌，亮牌，随便追。追，对，使劲追，追啊、哦，就硬追，对，就硬追。小龙也没了，大龙也没了。这波应该是输了，啊，这波必输。저기학살중입니다因为我们家刀锋没技能了，我们还跑了，所以是必输，输就输吧，无所谓。我整个春哥，这三个人知道吧，都是废物，只有我们跟刀锋是个人。猛啊兄弟啊，我得差点大剑嘛，差了几十块钱出去打个鸡。德莱门没有春哥了，挺好，快跑，这日女儿指不定指我们就死了。我操！德莱文先死，德莱文一死，游戏就给输，拿下！我这一过去，左边那老些人儿，哎呦天！没事，杀亚索，杀亚索，打亚索，杀日女儿，哎，上身，这回给数了，刚才没给数，现在给数了。50块。
刚手贱进去，人就无了，那没事也谁敢进呢？